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嗨嗨，欢迎回来。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今天我们要做开箱。对，其实我有点迟，就是SSD 的这个肥宝，对，我有点迟，因为最近都有点忙，工作上的东西，然后所以迟开箱了。对，他们这次 SSD 对不对？他们有出两款的那个肥宝，一个是尖兽，一个是盾狗跟尖狗。对，然后我选择的是尖狗，因为他们里面的内容物都不一样，他们的骰子跟他们的那个卡套都不一样。尖盾的好像是蓝色的骰子，红色的大骰子，然后这个的是反，然后他们这次有新的东西。对，新的是什么呢？就是首先它里面一样是有一本这样子的一个图鉴，然后他们这次不一样的东西就是你有看到它这个盒子的形状是不一样，以前是平的，这次他们是这样子，有个弧形，一个 V 形的，然后是带金红蓝的一个颜色来配置，然后个人觉得还蛮不错啦。然后因为它这次是新，你看它前后都不一样的那个弧，就是这样子的，你们会看到它前后都不一样，所以这次的一个新的这个叫什么肥宝，我觉得蛮可以入手。入手的原因不只是这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新的骰子。对，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数字的骰子，看到吗？这是个数字的骰子，然后以前的是算一点一点嘛，就是一二到三十到六嘛，这次的是从十到二十，一百二十，一百七十，就是这样子，五十六十，它有小的，里面有小的跟也有大的，就是150、160、130的，然后有20的，还有110的，就是你从最少到最多的伤害都有，但是好像没有200，对，它里面是没有200的。然后它的这个大的骰子也蛮不错，就是有那种 bling bling color 的，你们看到吗？对，所以我这次入手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骰子了。其实骰子你可以去外面购买，然后是现在是有人卖20块一包这样子而已，但是个人觉得我不会花那20块去买只是骰子，这样我宁愿直接去买个肥宝来开，对不对？所以还可以。然后他们少一个东西，就是他们已经没有 GX 版，对，他们已经没有 GX 版了。然后他们的这个这个什么异常状态的版跟这个烧伤的版也是新的，也是新的造型，你们可以看到它也是新的造型，所以这盒是完全新的一个东西，个人觉得还不错。然后扣卡给你们，扣卡给你们，然后一样是有隔板，它的隔板是金色跟红色，隔板是金色跟红色，还可以。反正我觉得它的卡套有点太过普通，你看到吗？有点太过普通了。然后个人觉得还好，就是红蓝金还好，一样是给你，因为新手肥宝嘛，会给你一叠能量卡。如果新手的话，你们现在可以入手的话，可以去买。我个人觉得不错，蛮不错的这次的，这个叫什么肥宝，然后它盖起来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盖起来是这样的感觉。你看到它这边是有盖不完的，之前的是盖完的，那这次盖不完的，所以个人觉得还可以的，还不错，还不错。所以就是这样子，这是盒子，然后我们重点是我们开包，里面一样会有八包的，会有八包，然后刚才的内容物加上八包，然后这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新的玛丽啦，还有什么？还有金狗，对，金狗，是我们开的第一包，是白色的，白色的，所以给你们扣卡先。白色的哦，好像是有东西啊，看一二三四五六哦，是我们的成龙啊。其实我蛮想中那个叫什么魔币锅，那新的老鼠，还有一个鱼竿，所以个人觉得还可以吧。一个成龙，一张成龙，然后其他是什么我没有看到，其他的都是普通的东西，就是小怪一叠，然后成龙一张，过后第一包白色还可以，不要跟我讲后面都是青色就好了，青色真的是青色，拿给你们，
青色的给你们，青色的我们就不用看了，对不对？看什么好的东西？嗯，没有，只有两张训练家卡，所以还可以。第二包就青色，说嘛就第三包、哦、白色，哇，难得我欧洲一轮哎，平时我开飞镖，你们有看我之前的都是，哇，有东西耶，哇，难得啊，真的是，哟，这，哎呀，还有没有到？这是什么？灰山狮的水果，一二三，哎 ，V Max 的这个是大老鼠。VMAX 的 Mopico 还可以啦，这一张因为我最近也有在玩这个卡组，思考我也在组来玩，就是蛮好玩的。然后还有两张训练家卡，还可以，蛮好玩的啦。这个卡组就是最近我有组，然后也有赢一些，也是有输，就是玩老鼠铲那个娃娃，也是白色，哇哦，难得也是白色，但是是假白，我看到了，所以库卡给你们。假白啦，随便的给你们看一下，看是不是可能我自己看错了，假白是什么的？呵啊，是啊，是假白啊，还是那个 Interleon 这个还不错，这一张是还不错，其实真的这张还不错，所以 OK 开心一下这个，就算开到假白，然后还有一个宝可梦小子 Pokekid， 然后其他的是什么没有用的？这是你中那个什么什么星智慧星也不错，哎，我开四包三包白耶，还可以耶，开到我的猫一个青色，哎，已经差不多到了，应该都是青色的了，因为我开过降多的一个经验，都是青色的，然后没有东西，只有一个单，其他的都是那种没有什么用的东西，只有一个单，不用看。有了一个闪的这个二金的话，它是没有特性的，有个屁用啊！有个屁用啊！我要开到还有吗？你觉得还你们会觉得还有白吗？没有啊，青啊，青啊，青的话给我球啊，青的话给我球，没有，头颈一个球，哎，有球，哇哦，这一包不错。青色通常我不给你们浪费时间那么多，这包有球，这个什么气球。还有闪的头巾不错啊，这一包求我、哦、跟你们说，新手们，你们现在这个时候啊，就是这个时候二月这个时候加入是不错的，那为什么没有？因为球跌价了，对，这一个球跌价，这个球现在跌到5块钱一张，马币5块钱一张，所以你们可以，如果你们要玩的话，可以这个时候加入。哎，白色没有东西，伤心，给你们扣卡。白色没有东西，直接开吧，不要浪费你们的时间。就是两张闪的狗跟一个宝可梦捕捉器，然后不错啦。其实这次的，因为蛮多白的，这一把我们要赌是白的，白的嘞，有东西的呢，哇，难得呢，哇，来给我开心一下，快！4567，哎，没有哦，原来是假白哦，竟然是这一个，哎，竟然是这一个开刀这样子，彼得一张，糖果一张，然后还有这个，这是铁猫，那个阿罗兰的喵喵，这是猫老大，铁的宝可梦全部增加20点攻击。跟以前有一个螳螂一样吵的，然后增加20点攻击，这个是钢铁版的，铁版的，所以今天的成绩是什么？今天的成绩还可以接受啦，比起我之前开的，你们都看过的话，就是这个不要，开到这样子吧，不要用的东西，就是这个猫老大，这个御三家，然后5比高一张，5比高 VMAX 一张，还有成龙一张。你们有发现这个5比高，它的小的蛮难开得到的，所以大的是蛮有用。所以 OK， 这次的开箱是蛮 OK 的，个人接受，因为比起之前，我是已经把我自己的要求降低很多，所以这次的肥包，个人觉得新手是可以，因为有这个新的骰子，所以你们蛮 OK 了。因为那个一点一点呢，其实我们每次算伤还需要很多，然后如果你有这个的话，就比较省一点骰子，所以很多人是为了这个骰子啦，其实，所以 OK，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扣卡记得去
去 redeem 哦，然后不然的话就会浪费哦。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喜欢的话记得按赞、留言、分享，还没有订阅我的快点订阅我，拜拜啦。